原来说是搞不得的水不好，水不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呢改好了。水好了，你要烧好呢。吃的水不能够在炉子里上紧烧，那超过5分钟、超过10分钟，那个水就不好吃。何况烧到1个多钟点、2个钟点下来，那能吃吗？你们这个烧茶的时候没有注意呢。反正我这个炉子我是烧开的，老开的那叫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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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一直咕噜都咕噜咕噜咕噜的开的。那个水能吃吗？要说的严重一点，那个水就有毒。我们烧饭，把个饭烧好；烧茶，把个茶烧好。这个都要尽职尽责呢。说你那个烧水不做，我这个烧水我给你烧开了，我还要给你烧开，多开些时候，烧它2个钟点，那个水不能吃的。那就有火毒。长度上可以说是尽心竭力的照顾大众师兄们的生活。生活最主要的一个空气，一个饮水，是吃的东西都不能离开水，而这个空气呢比水还重要啊。呼吸之间都要有空气，在搞的是目前来看，这个环境空气还是好的。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到开发到那种什么工厂林立什么烟囱满多的都没有呢，空气还是好的再加之水好，对我们的这个生物人的生活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否则就有害。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呢？你不要说我这个修行啊，我就什么都是我就是修行了，什么世界也不顾了，那可是不行啊。我们佛教根本就没这个道理，都说修行什么都不顾了啊，何况你这个修行还没有到什么都不顾的这个程度，对吧？这个呢，在我们日用当中，人的生活起居清洁卫生整洁，都看人的素质呢。所以今天你比如说来两位师傅来讨单的，一个是从云居山来的，就在那儿出家的，就在那儿受戒的，就在那儿住禅堂的。他说我这个云居山打七打了的，到广寺来看看。我这一说，他说了几年呢？他不过就一年呢，就出来就跑了。你说那无常功课会不会那样？不会，这个怎么行呢？所以兴丛林见道场，既要顾全我们本寺的本身，也要顾全大局。到宝门寺来，讨单也好，常住也好，是出家人共同的要求。首先三原则就是身体好、素质好、道行好，这是个最基本的。说了不要再说了三好。除了三好以外，那么你这个出家人，
就是午餐功课也不会，这都行。啊，这腿子也不会做，就是我也没入过禅堂，什么也不懂，就想着一门心思是悟道而来的。那个禅堂好，那么多人呢，我也想去参加参加。嗯，我们现在就提要求了。啊，不会午餐功课，刚出家，啊，你实在要来住，住外寮，先学功课，啊。和我们跟我们家里像的小和尚，今天，这个年终岁尾了嘛，也跟他们上上课，就是告诉他们呢，你们既然想到广门派的发心出家，广门寺不是没有要求的，也有条件，啊，那你接受考验，时间多长？一年到三年。啊，考验的快，一年就毕业了，不够两年，甚至于三年，都是考验的一个阶段。考验什么呢？啊，先要背五堂功课，会念，他不行，照本念，上殿拿个本是上殿是不行的，要会背。啊，不但是会念会背，那上殿还要考呢，人多了没有前缀吗？还要学修考前缀。禅堂上的这个大殿上的大鱼子、小鱼子、灵骨、当壳、大庆子、小庆子，都要学习。啊。给你们创造条件，结过去以后，啊，想到上边学习学习的，考灵骨也可以的，考鱼的也可以的，创造这个条件，如果考错了也不怪，不是有意的吗？每个人在学习的时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开始嘛，上去考不习惯。嗯，回给这个方便。那你要看，你要学这个功课也有时间，不能学十年八年学不会不行啊！啊，半年，最多不能超过一年，那都要会，能唱能练能考。嗯，这是跟今天的没有受戒的在广播中还十几个新发心的，乃至于已经发心的。新进受戒的一切不会的，那你都要自强不息，赶快学习。说起来为什么呢？说起来搞的是这是天下人当参学的这么个道场，人来学什么啊？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拿不起来，这个不行。嗯，啊，还最高学府呢，什么都不会，怎么当个学府啊？这不是笑话吗？啊，那个学习两堂功课，一副腿子，不要说你住禅宗道场，你住任何丛林道场都要。你就是放一个大碗砚头，你说我这个砚头法师不会，不能做腿子，那行吗？嗯，说我是讲经的法师啊，也不能做腿子，也不行吗？那宗门下更是的，你说我们这宗门下住禅堂，想进禅堂，说不会做腿子，那怎么行呢？嗯。什么事情都要到禅堂里面来从头学习，这个不行。啊，到禅堂里面来，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大家要注意呢，今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条件来，跟大家进行商量，要学习。啊，
啊，说滥竽充数，他就行的。你也不能考，他也不能念，他将来搞么这个店也不能上啊。嗯，以为说是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以为从这下人多，上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啊，人家大声我小声，人家小声我就不声，就是这个样子。这可弄得好了，都想滥竽充数，你也想滥竽充数，他也想滥竽，不好的。到了上面，我就开口了，太可怕了。嗯，这种人太多了。嗯，太多了。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呢，什么不要见过，那就是打随众打混呐。啊，不随众打混吗？啊啊，混什么？混光阴，混饭吃，大家想想看啊，别人别家我们不谈，就是搞么事本身，像新丛林见道长，靠哪？靠大家共同营造这个道场。嗯，靠大家的共同营造啊！啊，搞的是正在走这条道路。嗯，建道场，建什么样一个道场？作为常住，是心理上有一本账的，啊，啊，就是我们就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划，整体规划，长远的目标，不是盲目的，啊，说是打七，这是常住上的例行公事，虽然是例行公事，年年打七。说是我们今年比往年还好，可能明年比今年更好，年年比一年好，那是求之不得的。真正现在搞么事，说是好好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数。啊啊，那我们可以坦白的说啊，还是不够的。啊，从多方面来讲都不够。就讲这个打七，前天还有一位居士在我那儿去问话，也谈到的，说是好像是，哎呀，我们看到广门寺这个七打的蛮好的，蛮好的。我说，未见得吧。啊，你说好好的什么地方呢？哎，他说大家你看看，一天到晚保养做样，不是蛮好的吗？热热闹闹的，啊，没有好哎，啊，连搞门寺向大家提出来的，就是打七的规矩当中的一条规矩，最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最不欢迎的。这条规矩不能做到吗？我可以说在禅堂里有，如果说有时候我们禅堂有100人打气，100个人都没做到，如果有200人都没做到，啊，甚至于说恐怕1个人都没做到。我这个说话不是吓唬人的啊，能做到吗？他说我们和他都是蛮好的嘛，我们都是用功的，啊，我们打七呀，奉公守法呀，嗯，没做到啊。哎，这条规矩是什么规矩呢？就是不讲话。哎，如果我要请你讲话，啊，你说那我不会讲。这个还有情可原，我做不到啊，你一定是教我讲，我不会讲啊，我没学过，
就是讲经一样，我不会讲，没学过。叔叔，我不叫你讲行不行啊？不叫你想不要学，不叫你讲话还要学吗？禅堂里能讲话的和尚，班寿师傅、维乐师傅，啊，就这么几个人可以在禅堂里讲话，其他人禅堂里没有开口处。至于参加打七的，更加是自己照顾自己呀、啊，自己把照顾自己照好了，照顾好了，啊，要你讲什么话？啊，叫你用功的，啊，跑香不要你讲话，坐香不要你讲话，大小家访出入往返不要你讲话，啊，过堂去吃饭你就吃饭，啊，不要你讲话，说是回到疗房去睡觉，他更加不要讲话，就这么一条规矩。啊，有几个人做到的？自己可都是有良心的，问问自己的良心呢，有几个人做到的？啊，有几个人做到的？啊啊！如果要是有人的话，说我做到了100%，那你可以请你站出来。对吧？给大家呢做一个榜样，大家向你学习啊！这个是真正的维护港资这个道理。这还不容易吗？我不讲话还不容易吗？可见的，我们现在就是道心呢啊，用功呢都打很大的折扣呢，啊，究竟打几折？自己问自己了。广门寺就想见这么一个道场，需要你讲话的时候，你尽管讲；不要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能讲了。啊，不能讲，你要讲，那就犯苗家，那就犯规矩。于自己就是发心到广门寺来参加打七，首先与你自己的本心就不相应，跟常住的要求也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这一辈子话讲的够多了，就在打七这个几天宝贵的光阴都不能够休息下来，啊，为什么呢？这个讲话就是起心动念呢，啊，起心变作，动念即乖。你也不要说我参念佛是谁的，你参念佛谁也不要参，啊。啊，您就是说我这个七个七啊，十个七下来，我没跟哪个讲过一句话，就凭你这一点，啊，凭你这一点呐，啊，那我就给你挂牌了，恭喜呀、啊，做得到吗？我现在啊，我刚跟大家说啊，我们就是今天呢，完了打气快了了，谈谈家常，说说闲话。从我本人，我是最不要讲话的。啊，我在上海，在工厂里想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改造，啊，我经常10天半个月我不讲一句话。我也没得亲戚朋友，啊，我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看我跟哪个有什么关系啊？啊，哪是跟我要好的？
啊，有什么私人感情的，都是公事公办。嗯，但是我们当着站到这个位子上头，你说你不讲话不行啊？啊，我在上海那段时间，我常说的，我要回到我自己那个屋里下去，我要不动啥，他什么都不动，对不对啊？啊，心里不讲话，什么话也不讲，这应该说这是很省力气的这一件事情。不讲话就费力气，不讲话都省力啊，做不到，不怪事情啊。嗯，啊，你现在有人想吃午的，啊，还有人止语的，这都是呢向修道这一条道路上呢走的。啊，我们用功的人最好学学这个不讲话，啊，讲话就是你的这个心向外持求啊。不讲话，首先不讲说是回光返照的，你最低限度你这个嘴不向外，啊，你这讲话能讲什么呢？啊，嗯。对着禅堂的讲话，跟大家这个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嗯，那是庞居士说的，此事选佛场，星空寂地归呀，啊，这些个语言都处处警示我们，就是叫我们要。啊，照办呢，啊，啊，学什么东西呢？禅堂学什么呢？学无为。你讲话就是有为啊，起心动念就是有为。学无为，你达到的目的，那叫做心空寂地归，心要空啊，众生的心它空不了。嗯，满肚子的烦恼怎么能空啊？啊，只有心空了才能够寂地。什么叫寂地啊？啊，寂地就是考取中状元，啊，对不对啊？嗯，啊，我们现在都是学无为法啊，禅念无止就是学无为法啊。嗯，啊，这是选佛道场，所以处处语言也好，文字也好，都是警示我们的，叫我们处处留心要注意。至于广门寺作为一个禅宗道场，它是真正的门风，就是从上以来我们继承下来的。这是什么道场呢？禅宗道场，啊，啊，禅宗也有门风，嗯，这是，说是临济宗风，啊，说是棒喝门庭，啊，七十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细款心。这个祖师的门风就是这个门风，嗯，那个早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个老房子的法堂，老和尚写了两部，还写了这么一副对子，嗯，那有就是代表广门寺的门风的家风，嗯，老祖的家风。我们做这小活不是问的吗？承担承担的，贺担如来家业，贺担祖师的家业，拿什么贺担呢？你要晓得祖师的家业在什么地方，
你才能够荷担呢。啊，临济贺得山傍。啊，古人讲，贺声有眼，傍下无私。那个贺可不是一般的贺，那个傍呢也不是一般的傍。傍出自五十，贺令人开悟，那个作用就大了。那是祖师的佛法啊。这高门寺过去那个地方也有啊，啊，我们在金山也有啊，金山那个禅堂那个佛龛子就是挂在这么一个地方，七十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细狂心啊。傍那是畜臣，贺那是生臣啊，门门都可以入道。老和尚在当时在那个给法堂写佛经，怎么写的呢？他说：“得禅棒打破虚空粉碎，非为了事。”下边呢就是临济贺，震撼大地平尘，未尽犬功。这个不是说大话的，也不是说假话的啊，那是说真话的。你比如说这个德山棒，这个德山棒不错了，你那个棒子嘛，手上拎着那个棒子打人的那个棒子，就是我们禅堂那个七尺棒子，三香那个棒子啊。过去祖门下招参细请，那个祖师呢都拎个棒子，仅测学人的啊，七尺长嘛，也就这么长啊。那个一棒说打什么东西都回，这个虚空能打呀、啊、还把虚空打得粉碎。那跟现在人讲这就不可思议，这就没这个道理，什么都打怎么能打虚空呢？嗯，刚才我们说的那是真的话。如果你要是不相信，你们听过楞严经的那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如是见证闻所闻尽尽闻无住，脚所脚空，空脚即远，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就是谈那个空所空灭啊，跟那个德山棒打破虚空粉碎又有什么两样呢？嗯，你不是学佛法吗？佛法处处都有啊。啊，空所空灭，那个二十五圆通啊，解六界，越三空，破五阴，超五住，空所空灭，空是能空，所空是所空，就能所都要灭，空都要灭啊！我空中没有东西还要灭啊？没有东西怎么灭呢？空是没有东西，可是你心里想有一个空，这就不行啊！所以教中讲，人也空，法也空，人也空，法也空了，还那个空呢？空也要空。这叫做三空。那么在这在维摩居士讲的啊，在庞居士讲的，那叫个心空寂地归，虚空也要打破啊，
你看德山坝把虚空打碎了，说是你这个事儿就了了吧，还没有了。你看这个佛法祖师的法有多高啊，高不可攀，有多深，深不可计。我们是继承祖师的家风啊，把这些的东西继承下来。我们现在离到这个继承祖师的家业还差很大的距离呢，啊，是的，禅堂里下，这个讲话我也说的。虽然说讲这些个语，这个过去的这个祖师的语录啊、公案啊什么东西呢，那老和尚那必须讲。啊，只能讲念佛是谁。可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实在没有东西讲了，老得讲讲，也不是不可以。比那个在禅堂里下讲参、讲事、讲事、讲非、讲人、讲我、讲东、讲西，要好得多。啊，要好得多了。那毕竟是佛法范畴之内的东西。啊，也可以引人入胜，也可以感染我们的道心，有啥不会呢？临济贺震撼大地平尘，啊，非为了事。你看看这个禅宗祖师的这个境界的高，啊。什么叫做祖师？什么叫做祖师呢？也有个标准啊，用语言来跟大家说呢，那叫做大道系过量，超佛心系出度，不与万法为仇，超然明之阅读。他这个四句话重要的就在最后这一句话，叫做超然。超一切都超啊，佛祖也超，这就是超然啊。那是什么境界啊？啊，那就是祖师，大道，大大道，大就是通达，大道要过量。说那个佛心，通佛心就不得了了，能够通佛心就成佛了。啊，还要出度，要超度，这就是宗门上常说的超乎阅读。如果说你心里想有一个佛有一个祖，还不是道家逍遥。啊，还不是道家逍遥。那么什么叫做道家的逍遥呢？道家的逍遥是真如界内觉生无的假名，那是真的啊。施法界一正庄严，那是假的。这个话有些出发心的人他就听不进去了，他说我这个凡夫是假的，那倒也罢了啊。什么是世界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啊，心有生住意念，那是假的。他有生灭法，他说这个那个佛法界也是假的啊，佛法界也是假的。佛法界是相对法，对众生讲的啊，有佛有众生，佛是觉悟，觉悟就是对迷讲的相对法，那都是假的啊。真的真的就是我们不是说的吗，那个一真法界是真的啊，就这个道理。对出发心的，你们想真正学佛法啊，你听过以后
你能够接受，能够有所理解，理解的有多深就多深啊，那是没得比的。啊，我们不妨回顾回顾，说是临济祖师，说德山祖师，这个呢，我们在禅堂里下，每一年啊，都跟大家重新温度温习温习老祖，我们都是就是后代的儿孙呐、也要晓得晓得祖师的家业。临济祖师，我们是临济宗，临济怎么做祖师的？怎么当参学的？怎么开悟的？啊！虽然对我们用功来说，好像是你这个讲这些事儿了，打我们用功闲差，那你就用功啊！我们跟出发心的人温习温习，比那个哈说八道要好得多啊！临济祖师也不是像那个六祖大师一样一文全悟的啊。也是从当参学啊一步一步走到来的。那你说临祖参哪一呢？参黄檗禅师，在黄檗老人那就当参学，参了几年，做什么呢？当苦恨的啊。当苦汉也是当参学啊，那住禅堂是当参学，当苦汉一样当参学啊。当了几年参学，这个祖师啊出世以来，这些人呢他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啊，这就是说呢都有根基的。那我们也有根基，我们没有根基，说实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出家做个和尚都是不可能的，都是无量劫来深种善根走得来的啊。所以这个殊胜因缘呢，每个人都要珍惜，不能够随便把它就这么浪费过了。那个临济祖师在黄檗会下当参学，当时那个离黄檗祖会下呢有一位首座和尚啊，就是看到这个临济祖师那个小和尚啊好像是蛮有道理，说是蛮有道理就是与众不同啊。就我们前面说的，是社会上有千里马，千里马多呢，要有伯乐，没有伯乐哪个是得千里马啊？啊！所以那个首座和尚看着这个，看着这个临济义玄禅师啊，很有道理，想成就他。他说：“你到这个地方来。”多少时间了？我来了三年了。他说你这个三年当中可曾到和尚那里请过差的吗？他说我没有，我在外头当苦差。他说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请差。那个守着活就跟他讲了，他说请差是吗？你就问呐、他说是请问和尚，如果是驸马的西来大义啊，驸马嘛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嘛，这驸马是从西方来的啊，西来大义
啊，那小和尚们听话，嗯，守的和尚叫我去到和尚那儿请开示，他就请开示，还问，他说我到和尚那儿请开示怎么请啊？有什么规矩啊？开口怎么说？还是问信磕头礼拜啦？怎么样？他都高手，他都教他，交代的清清楚楚。啊，那么这个义玄，临济义玄呢？那个时候他没怎么还没开悟哎，还没当祖师哎，也跟我们现在呀也是小和尚嘛。应该就是按照守道方的开导教的，这就请开。那么请开是跑到这个临济这和尚的面前呐，这个请开是的规矩。比如说要进门之前要弹指啊，里边答应了才能够进去，进去以后啊，什么啊，问信暂居，顶礼和尚啊，和尚慈悲，弟子不懂啊，请和尚开示啊，开示请问什么东西呢？如果是佛法的西来大义，不管理。那么按照道理，你像我们现在请开始有问必答，问什么就解答什么。你们看过去的这个当参事，过去祖师的行为怎么样接引学人，为学人八丁抽歇。那个临济就像我这个黄檗和尚问话请开始啊，这个话呢还没有问了呢，那个黄檗禅师啊，他可能是预事先有准备的，身边就有个棍子，拿这棍子来就靠他一蹬，那举棒即打。这个临济感觉到蛮突然的，我这个恭而敬之的诚诚恳恳的向佛人请开示，你跟我一句话也不跟我讲就打我，这头一次啊。嗯，被打以后就回来了，这个行李箱啊不是滋味。我这个行李箱是守道公人教我的，我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和尚不会有错，人家打我肯定是我的有错，那我错在什么地方呢？究竟我错在什么地方？还是我的礼貌不对？还是我的语言有错？但是我想想没有错，你说没有错他为什么打我啊？啊，那肯定是我错，难道我就能